朝天的在向你打招呼，听不懂，算了。你在哪里啊？大伯，我听说你要卖你那些那套设备呢，听说打一折就卖呢。你说什么？卖什么？我说大伯要卖他那套设备。九三六，九三六，你过来顶一下，撞一下你，你过去。九三六，顶一下，顶一下，我撞一下你。我说你问我卖多久了？别动，你别动，你别动。大哥，417，你说话根本就听不着，好不好？就在那嘚嘚嘚嘚嘚嘚嘚。我这一刻不想说话了。你把挂车卸了再坐。我想睡觉了，各位，你们愿不愿意呢？我操了，你大哥，你个大老爷们，你干啥？哎呀，大老爷们也有矫情的时候，正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，男人哭法不是罪。大伯，如果这是真实开车的话，我没刹住你会怎么样？你就会变成扁的了。你要真实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立马就他妈跳出去了。我卡这了。不，兄弟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刹不住，是你变成扁的了。Playing here on your Wednesday, yes, Wednesday afternoon. How are you doing? 我操，能撞一下吗？哦不。Because it doesn't feel like it.But I have now. 终于能动了下。Yeah, I joined July the 1st. 我操他妈，我卡这了。It's now July the 1st, 2020. 操我他妈也卡了。Thank you very much, Flaming, for the last hour right then. 兄弟，能往前上一上不？我怎么是好像卡弯道这了？我。糟了糟了，没油了没油了！这空调开着，他妈的还得烧油啊！这钱真难挣，还晚上还得看见夜班呢。开车一定心态要放好，前不前三力说，心态放好。后面那二人气不要再往外面上甩了，外面要直接卡住了。没钱才难受了，哥们儿，没钱才难受。行了行了，你们赌吧啊！我在卧铺睡一下觉，一会儿叫我啊。OK OK。三家一会儿叫我啊。没问题。哎，这拖拉机底盘太低了，我操！你先把车熄火了，然后。等下去拍你的窗户，等下去拍你的窗户。我在，好，我在卧铺睡会儿觉啊，正好。